到哥亚利哥，耶稣甲伊个学生甲大阵人出亚利哥个时，有底麦个囝巴底麦，就是青年最乞食个，坐伫路边，已经听见是哪些个人，耶稣就要哀求讲：大伯个父个，耶稣可怜我。济济人接伊，甲伊竞争。若是伊一发大声哀求讲，大伯的父呀，可怜我。四十九节，耶稣听他讲，叫伊来，就叫青年人甲伊讲，按你的心起来。伊得叫你啊，伊就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，去就问耶稣。五十一节，耶稣应伊讲，爱我，甲你做甚物？青年人甲伊讲：拿破仑，我爱你着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是啊，你的信有救你啦。伊两边得着看见，就伫路里跟对耶稣。第二位的圣经在记载是《路加福音》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十六节。耶稣到拿撒勒，就是伊忠诚的所在。伫安息日，照平常的法度入会堂，就徛伫咧读十七节。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册予伊，伊就掀开，找到迄所在，伊讲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福音予宋乡人。伊有找我，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为得到偷白；甲痴迷的讲，因为得到光。来偷白受压制的人，十九节，宣传主欢喜的年，耶稣合切行执事就坐地，伫会堂的众人拢注目看伊，伊就开嘴对因讲，这个圣经的应验。恁今仔日有听见啦？愿上帝赐福听透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咱这礼拜的经句是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一节，咱大家做伙来念，来读大意。耶稣应伊讲：爱我，甲伊做甚物？亲密人甲伊讲：拿破仑。华裔，那么来跳起来。耶稣说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能看见。”好了，咱请献花队。